大家好，欢迎来到 Yoko Worship 小教室。今天会同大家分享咧，喺弹 C key 嘅歌嘅时候，三个咧可以用到嘅结尾方法。我会用咧，我需要有你在我生命中呢首嘅诗歌咧做示范嘅。好，事不宜迟啦，我哋进入教学啦。是我冷沉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是我的生命。展现你勇敢。简单讲解一下先，我哋咧会用到一个叫 slide 嘅技巧嘅。One, two, three, and four, and one. One, two, three, and four, and one. 或者可以改少少。One, two.Three and four and one。第二个嘅结尾方法，是我冷沉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是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。今次呢个咧会难少少。我哋咧會用到一個咧高把位嘅 C 去結尾嘅 ，one two three and a four and a one two three and a four and a one， 或者咧可以改少少嘅喎 ，one two three and a four and a one， 有一個高音啲嘅位置結尾。最後一個結尾方法。这个是最难的一个。是我冷沉为你所喜悦的儿女，是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荣耀。好，我慢慢地弹多一次给大家看啦。大家去用这三个的结尾方法的时候呢，可以呢或者可以呢去弹多两个 chord 先的。是我的生命能够展现你拥有。F, G7, C。这样都可以的。同埋大家按住自己嘅需要啦，可以試下去改呢啲嘅結尾方法，成為咧你自己有獨特嘅一個嘅結尾嘅方法都可以嘅。咁下次咧我會教F key 啦，同埋 G key 嘅啲結尾方法嘅。好，如果中意呢個頻道嘅話咧，可以去訂閱啦、like 同埋去 share 嘅。好，咁我哋下次見啦，拜拜。